你们猜多少钱？先来一个，这毛孔有点硬硬的感觉，感觉。人不够，味道还不错。马卡龙，我觉得这棵树没味道。渐变色马卡龙，粉色的，少女心啊，吃个最粉的。嗯，好吃。这种里面夹的是那个绿色的，是这块巧克力的是冰淇淋马卡龙，我也是第一次吃，先吃我最爱的绿色，看好不好吃啊？小精灵，
不正经的苹果。这里边全是奶油，外边好看。手，都没给我配手。